街趣六家生活舱，让有车还有房。直奔主题，上车。哇哦，这个大空间非常的夸张，家具电器都配齐了，漂亮。主驾后面是个独立洗手间。旋转冲水马桶，洗脸盆，还可以洗澡哦。当你开了一天的车，往沙发上一躺，吹着空调，顺便看看电视。哇，冰箱里还有冰好的饮料。哦，舒服啊。当然在这里还可以做你喜欢吃的可口饭菜。既然是个移动的家，我是去开车呢。啊，还是去开车吧。抖音。